看火车酱剪辑已经超爽的，我都感觉出来火车酱剪辑已经超 OP 了。等一颗两千，等什么两千？等一下就开出来。分数两千，等一下马上开一颗给你。AOT 不能做骑种跟鱼的，很好啊，非常好。还差不多，刚那波是沙小，一分钟就烧完了，所以我们二阶可以开到一波，开到一波有风的技能的岩神启动，看起来应该是夕阳的时候。
虚无啊，会被定哦。哎，好危哦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魔王蝶。7.5%，熬过去就过了。哇靠！连吃三把宝剑，这只能肉身硬扛。秒了吧！可恶！
穿永续吗？平砍的话，打爆发的话还是要穿永续。那你打那个无尽阿修罗的时候，应该还是要穿永续。你要我怎么飞？啊，终于！老剑等你红包。然后他开一个勇气室吗？那是要过五关诶，要先掉，掉了还要开道。开强化勇气五。干，不是吧？嘘嘘嘘嘘，哒哒哒哒哒。嘟嘟嘟嘟，干，剧本对了吗？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开是不是？嘟嘟嘟嘟嘟，干，这实况真好看，妈的！看好了，各位，右下角啊，左下角，左下角，左下角。哎，我第一次打到，哎，居然是你的顶级。可是注意各位，三等还是四等？刚开打前讲说，等一下直接开一个给你啊，等一下马上开一颗给你。刚想说，等一下直接开一个给你啊，以获得永续戒指。注意了，各位。哒哒哒哒哒！我靠，这个张力要开喽，要开喽！你心脏跳超快，我也跳超快。注意喽！注意，来喽！是不是？是是啊！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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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！哇，西吧，哇！好看，好看，哇靠，精彩，哇！怎么说？是不是该来找我打了、啊？今天打两把菜脸，一个米特拉，一个永续士，我靠，我苦也太好了吧！哇靠！我就跟你讲，打人是我，你财运好不好有差吗？